老板巡视记录。今天外面散步，居然发现了一块这样的石头。看着表皮油性还行，再来看看这是一块什么石头。泡水以后它更漂亮，颜色更艳，这种石头也就适合泡在水里。刚刚发现了这两块，这是石英皮，有点像一只动物。看这一块像不像黄蜡石，表皮很细腻，油度也还可以，它这个显精致的一块石英石，里面的晶体呢还是很好看的。黄蜡石和石英石可能就是差一步之遥吧，它内部是一丝一丝的。黄蜡石它里面是纯的，这一面挺黄的，这像鼻子，两个鼻孔。石英石，这种石头适合放鱼缸里。看看这块蜂窝石，坑坑洼洼。这块石头像不像陨石？看看，这石头也很重。这两块石头有没有陨石的特征？块石头上面是一粒一粒的晶体，就像钻石一样。有没有钻石的感觉？看这个颗粒一粒一粒的，漂亮吗？